就是台湾人才真的是非常太非常的多了，就台湾宝岛嘛。那然后哦，阿米干嘛后这样说出来过后，就尤其林宅就是卧虎藏龙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呢就跟新锐的设计师王燕西一起合作，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所设计的。在我左边是白孔雀，右边是绿孔雀。那我这套衣服呢，在领子跟侧边也都有就是特殊的设计。我相信如果现在看不清楚的话，没有办法拍全身，只要你锁定2月24号还是没错，一到周五晚上8点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精致的戏服出现。两个特点啊，但当然会有两个来修心一点的是这个问题嘛，啊，这个女人不坏，男人不爱，但是呢，到底后来嘉庆君情归何处？公公会不会是被欺凌？就是我觉得观众朋友，尤其是对来新的观众，很喜欢看这种 CP 的组。那我们不能跟以前一样，一定要推陈出新，所以这次的结局会让大家出乎意料之外，然后也会比较现代式的手法。我们编剧张英俊先生有做了特别不一样的设计。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跟在座的观众朋友可以为我加油，我相信追爱啊，对不对？只要勇敢追爱，一定会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我是来追踪，那我怎么办呢？5岁、6岁、6岁小朋友都爱看，谢谢你哦。好，我们看歌仔戏的小朋友不会变坏哦。好，那我们丽如姐是不是讲一下这一次演德鲁的角色？大家一定要收看，这个角色你可以知道，帽子不是戴歪的，是故意戴歪的。要知道我是不是很正经的那个，都歪的，不是很正经的角色。谢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歌仔戏这么爱护及支持，相信陈凯兰歌仔戏嘉庆帝国台湾一定让大家刮目相看。那我再请大家推荐一下看嘉庆帝国台湾，演员一人一句推荐嘉庆帝国台湾，收看。庆君游台湾是你下个礼拜唯一的选择。除了嘉庆君什么都不要看。我爱嘉庆君，一定要看嘉庆君。非看不可。2月24号晚上8点一定要锁定台视嘉庆君游台湾。